港男星吴彦祖和老婆 Lisa 结婚多年，夫妻俩婚后育有一个宝贝女儿。吴彦祖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分享幸福的家庭生活点滴。最近适逢他老婆迎来45岁生日，相当宠爱妻子的他，当天特别在社群平台为老婆庆生。他在微博晒出一张过去为老婆庆生时拍摄的旧照，照片中两人模样都非常青涩。他的老婆拿着红色气球，露出甜美的笑容。吴彦祖眯起眼睛，亲吻爱妻脸颊，画面散发满满的粉红泡泡。吴彦祖发文写下：“这是我和 Lisa 过的第一个生日。”你可能也注意到了，我带他去了汉堡王。更神奇的是，他之后又在我身边待了21年。生日快乐，亲爱的！超甜蜜的贴文直接闪瞎大批粉丝啊！Bye.